我先想想，我怎么叫你们俩先？吃棒棒糖那个，不吃棒棒糖那个。往前倾，对，三二一。你就这样子蹲着，然后歪一点点头这样子，就是插着，就搞怪一点嘛，不要。低一点点头，头低一点，对。我先想想，我怎么叫你们俩先。不吃棒棒糖那个，心如是你是吧？你是心如是吧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今晚回去写200遍你们的名字。交作业，你只要咬开我。啊，不用，你不用这样子了，你就站直就好了。哎，你可以伸手上来挡着。哎，对，那你可以这个棒棒糖就贴在这里。哎，好。低一点点头。好。走，你可以伸在这里，伸上来，正，站，这样。